知道为什么你们哦？那身上的床应该是雪屋的。哦，对啊，而且应该还有那个酿造台。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巧克力沙的兔子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有右手边，你的右手边上面的往上走以后往左边，对对，走走走走走，好，直着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好，停，往你的左手边开始挖，关于神椅，往上吗？直走直走直走，哪里啊？这个方向吗？记得我刚刚有看到在这边，哦，对，有一段距离，哎，哇塞，这里的苦力趴是在开趴是不是啊？好多、哦、各种 party， 因为他们被边界挤，然后下面又只剩那么一点点的路。嗯，我其实慢慢接近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开来合作了。在玩那个母子棋。嗯，汪汪怎么了？我的调到神将。我来做个工具。好、哦，慢慢接近喽，汪汪小心。它底下应该还好吧？嗯。直走，一直走，要挖好穿一段距离。吃东西呀、啊！你干嘛那么生气啊？吃东西、啊，厌世了，厌世了。不是，我这几场都太飞了。哎哎哎，他们就你们现在就只是背对背而已了耶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他哎哎、欸欸，要走到头上了，要走到头上了。走到头上，他们也不会看到。阿基的脚底下现在就是那个位置。嗯，可是他们没发现啊，没发现。往上挖就可以。可是他们走到这个洞嘞、嗯，有插火把呢，这边可以通过去啊。应该是我们插的。对啊，那是你们的火把。但他有没有发现？他有没有发现？他目前还沒……他应该是看到了吧？你看他看到火把走下去了，可是这里是死路吗？ 我跟他记啊，他记这边。对对，这边是死路，这边是死路。对，走右边的话是路会通。对，他要走右边才会发现。我问一下哦，这样有声音吗？嗯，有声音啊。不是不是不是。哦，你说狗狗吗？没有，不是不是，你要往上走吗？他们哦，一点点来喽，你要跟他们打吗？哦，有有有，打了要打了，要打了要来要来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哈基又没有，他迷路了，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对，对，哈基迷路了，他迷路了，只是他一直在探，往前挖，往前挖，往前挖，往前。哦哟，快遇到他，他看到了，他看到了，有有有，想打了想打了。打他就在往上，他就在往上。对，继续挖他脚，挖他脚，挖他脚，右边、啊、右边，右上、啊、右上右上右上、哦，上面上面挖掉，挖挖挖，对对对对，再挖再挖。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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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可惜。打他打他打他，耶！哎，他没有天眼兵了，要头颅了啊！他们有天眼兵了呢。小黑在头上哦，小黑在头上哦。小雨跟小黑，你不用蹲了，你不用蹲了，你不用蹲了。对他们一定看得到，在你的左上正上方。现在我在打地鼠、哦，你的上面一点而已。哇塞，小伟有岩浆桶哦，这是岩浆桶还是？等一下，这河豚吧？河豚桶，河豚桶，这河豚桶。跟我们刚刚想的一样，可恶，刚刚没那个没机会用到。上面而已哦，他们在上面而已哦，他要到河豚下来喽。哎哎。我觉得河豚跟岩浆比，岩浆比较恐怖。河豚还要一阵子才会那个、欸。可是河豚是范围比较大啊，而且你不会马上被它用到吧？没有没有，可是如果没有两个都被用到的话，岩浆可以马上。如果有水、欸、上去了，打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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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往往掉下去。哎、欸，河豚出来是直接膨胀哎、欸，它会马上膨胀啊，对啊，马上膨胀。所以其实速度没有很慢啊，还蛮快的。对啊，汪汪，你有得吃吗？我有得吃。它还有个那个头颅的样子，该可是要合不是吧？啊，中了！可是小雨被打了不打比较多血，小雨要死了，小雨要死了，小雨要死了，再打一下就死了。小心后面，可是小巧克力哦，哇哇，没盾牌比较吃亏、欸。对，哎呀，啊、可惜不行，可惜头颅放在右手不能吃。没有没有，这个要合过，头颅要合啊，钉钉合成，要合过，这个要合过。你要把那个你把那头颅当成是不能吃的苹果哦，哎、啊，你要跟金苹果的合法一样啊，太可惜了，我还想说这张直接撕过去，为什么这河豚在飞啊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刚没有水，然后就跳起来了。我想说那只河豚在飞，捞不起来吗？河豚是不是在玩河豚是吧？我捞起来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打架河豚。玩河豚哦，玩河豚咯，玩河豚哦，人呢？啊！
欸，河豚真的很强，欸，好恐怖哦！我觉得我们待会最后一场会变河豚场，欸，河豚是我们的伙伴，河豚养殖日记，真的，欸，那河豚真的超猛的，欸，一放直接中，欸，马上那个啊，好恐怖哦！放太多了，放太多了。河豚哦，养河豚哦，养河豚，养河豚哦。反正我，要解释，他真的是莫名其妙在我眼前就直接这么摔来摔去。YB，我有记录档存证，他就直接摔下去。他吓到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你跑去吓人家，留在那里，很难过。嗯，不如让他与我同在，继续的活下去。我觉得下一场如果有同队，会有同队伤害这种。不然你们怎么说？如果兔子死在你们面前，掉下肉怎么办？埋起来，做箱子埋起来，埋起来，然后放一个。我刚刚是找不到尸体，好不好？陷阱题，真的是陷阱题，陷阱。不会的，你们不会的。有，我们刚饿到，我继续的活着。嗯，我们刚刚也都很饿哦。我有钓鱼来吃。他自然的死亡，对啊，我也是让他自然的活在我的心中。哎，我们来看哪只鱼会最后死哦之类的，慢慢冰死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很久啊，没有，可以加快那个，加快加快，加快的结冰，阿奇加快，阿奇加快，他好像在迁徙，好好好好，冰块会越来越多，哦，好像捞金鱼哦，天啊，哇哇哇哇哇，啊啊，又死了，捞金鱼，哎，可以加速没有用哎，哎，可以直接掉出真的，没有哎，哎，不要掉，不要掉。加速没有用哎，欸，啊，所以它不会影响那个冰的速度哦。我加到一万嘞，都那个，那就那那个是不会影响冰的速度吧？不会影响啊，只能自己盖。好，可以。然后盖到太多了就盖不出来了。真的？河豚走迷宫。河豚迷宮慢慢被压缩。堆不上去了，太多了。它有些地方不能堆，都挤爆了。就是他们太多只，挤炸了。等一下，他们跳出来很难。怎么挤出来了？就是你们走过去就把它挤出来了。嗯，所以不能碰到底下的水。当小雨太靠近就哇哇！你们这才是过分。河豚控会出来？等下等下等下。是深海那个吗？冰霜行者。哦，可以吗？河豚控会说哭，他瞬间踩死哎。河豚控太多太多了，喷河豚了。急呀！我觉得我们之后会上靠北实况，不会啊，就是喜爱河豚的人会来骂我，骂。你这个就是在玩了，来。好了，下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等一下啊，我想要冰霜行者。哈基在弄，哈基在弄。啊！哈基要穿起来了吗？我也穿了。哎，我们穿起来了，穿了，好像没用。你没穿起来，你没穿起来。哎，你们穿起来没用哎，全部都变大了。没用哎，哦，原来是会肿大啊。还是还是，旁边这里先有一个一般的水源啊。从这里踩，哎，杰克，你下去会看看，还是里面有鱼，它不会变，这超像射击游戏的声音哎，妈呀，作者就想到你们这群，有鱼就不会冰起来了，我还不这样玩，等我一下啊，干嘛，好可怕，啊，不是无敌，哇！都不见了！哎，TNT 又出来了！TNT 跑TNT来啦！啊啊！好像是好多，还活着，看不下去，看不下去，炸爆四武器了，炸爆四武器了！哦，炸爆，炸爆，炸爆！太多尸体了。
都有人拿来吃了，可以的。你要吃河豚吗？嗯，欸，河豚真的我之前吃过，好吃耶。你有吃过，可是那不是要处理好啊，要处理好，你要看是哪一种河豚，有刺的还是没刺的。干嘛你吃？它自己是壳啊，真的啊，不是啊，就是像里面这种河豚是比较没有毒的。你那只河豚是叫什么？巧克力啊，对啊，巧克力。然后你那时候是塞了什么东西给他？塞鱼是还是塞什么？忘记了。他说是虾子啊。哦，塞虾子。没有啊，我是真的有一种河豚，小河豚那种宠物河豚，它叫巧克力。它那个品种叫巧克力，你们去查都有这个东西。没有，你都喂有啦。原来我是河豚，喂他吃虾嘛，而且我记得他还不吃，不是吗？你说，对啊，还有一半贵，因为你要给对的。如果是虾弟，他不吃，他吃虾妹，还挑哦，会挑一下，尤其是那种蓝蓝的虾妹，他最爱吃。Google 巧克力河豚，就看到那个有个样子一模一样的那个巧克力，看到巧克力拿那个鱼桶，那是巧克力桶吗？河豚桶，不好意思，那只很可爱。你说巧克力很可爱，他说巧克力拿着，可以拿着写。哎，小。对啊，不用再洗吃兔子的哦，都已经过去了。那我这场会报仇。事实要提啊！对，打火机，打火机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！岩浆，这场鱼骨应该就更会有用，刚刚根本挖不了什么。哥啊，真的啊，好可怕！哦，哎，反对。好，准备彩蛋，打火机，打火机，同队过了，打火机，哦，跟乐团真的同队过了，不是要整队吗？彩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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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坏哦，小彩蛋，小彩蛋，你们真的是恶魔，大彩蛋，大彩蛋，这个声音听起来很像是搓搓乐的声音，队伍满意吗？各位？大彩蛋，大彩蛋！啊！小唐，你是嫌弃谁啊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同队刚刚需要打开吗？也是可以啊。你是嫌弃谁？没有，没有。下去，我是在为繁星觉得可惜。哎呦！哦，这啥？怪怪的。哦，蓝色的。哦，猜，戳了，戳戳了。你看他们都下去了，我没动。他们都下去了，我们也下去了。下去了，快点。戳了啊！是我们下去吗？下去，这边有繁星，那也要下去啊！我们上去好了。好，上去好。走。哎，繁星跑上去了，没有啊，他在这兒啊。我刚上去了。我这声音听久了很不舒服。哦，在哪里啊？摔。哎，我们在一个上不去的地方。你们在一个上不去的地方。哈？啊？要挖。对啊，我们在这一个上不去的地方、啊。来，上。不要推，干什么？推了之后你也没跳上去啊？对，在那边。你不知道猫就是这样子吗？明白吗？真是哦！我键盘在打字，就要蹭过来。
我要去挖石头了，拿掉石头。你下面有台了？啊？可以了，我工作台先做了哦。好，你坐。应该没差了，这场不缺木头，还好。我来去挖石头。三，好。